满地跑。我觉得他那箱子肯定有秘密，你先别管那箱子秘密，把咱这不能说的秘密先给人上。哇哦，先生，您的东方快车满地跑。今天本店推出第二个小活动。什么活动？拆箱子游戏。拆箱子？您看，您这里有一个箱子，那么非常的巧，本店也有两个箱子和您的一模一样。只要您猜到哪一个是您的箱子，我们就为您打折。那开始吧。那我们开始，先生您请。您看，这个是您的箱子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放在这儿。哎，我们再放在这儿。哎，再放在这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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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，来，放这儿。放吧。你猜吧，猜不着了吧？这哪个是我箱子呀？这个，谢谢。报纸上面说这个人眼角有道疤，咱们还没发现呢。我再试试。哇哦，先生。今天您总共消费了25元，那么您的支付方式是？现金。不收。微信。不行。支付宝。没有。不是你们饭店，我们这儿支持刷脸支付。刷什么脸？你们饭店还干什么？哎呦怎么的，拿家伙事是吧？软的不行来硬的是吧？还真让你给蒙对了。我去，咋办呢？反击呀、啊、没家伙事啊，飞盘子啊，你呆。爸爸，是不是该我嘚啵嘚啵了？嘚啵，你嘚嘚啵嘚嘚啵。闭了。微信、支付宝、喝水，还问我从姑姑家的跑到三台子累不累？累吗？我不会坐地铁吗？哇！我个屁哇！不过，有一点我倒是很佩服。佩服咱俩。你们是怎么识破我的身份的？哥，你说你是不是就这一套衣服？呀。这都被你俩看出来了，妈，发个屁吧！不是，哥，我坐那地方，那地方我在。男子汉大丈夫，那地方在抽屉里吗？收拾包头！我告诉你们，我没有时间陪你们玩了。说现在这玩具做的可真逼真哈，小偷都得吓跑了。哎呀，有进步，咋的？改贵式服务了？侦探片不演了，又改宫斗了呗？平身吧。我看你们是不想干了吧？啊，这一地盘子。真是不想干了，包都收拾好了是不？不是，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，我咋的？中风了？我们福尔摩斯大饭店，你说开，你先等一会儿。我们福尔摩斯大饭店，我开会呢。你那箱子是我的。哎呀妈呀！你来了！哎呀，不是老板，你俩认识啊？当然认识了，这是我请来的记者，记专门报道这美食行业的，他报那个事儿，报一个火一个，报一个火一个。不是，那记者咋穿成这身了？没毛病啊，小黑帽、黑秘镜、黑衣服、黑皮箱。不是，我说你紧张啥玩意儿？放松点儿。记者，不好意思啊，你这么的，你先坐一会儿啊，我们。收拾收拾厨房啊，马上开始录，好吗？啊，你搁这站着干啥呢？像干的似的，去整两瓶水去你。哎，老板，
想走，没门儿。哎，上！哎哎哎！哎记住，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Yeah. Yeah.